1987年开始跟随刘阳佑教授学习古文物的鉴赏。那刘教授于90年起深入发掘这些中国的传统香文化，我也随着刘教授到各地去寻访。在刘教授带领之下，我们也实地去考察了沉香产地跟集散地，研究香料的生产和贸易的历史和现况，甚至加入当地香农的一些采香的工作，实地的参与了沉香的一些采集和运销和市场上一些拍卖的活动，深入了解沉香的采集到使用的情况。很不幸的，刘教授在2007年的时候因为脑溢血而过世。他过世了以后，我也就下定决心正式的在中国香文化这一块做一些努力。材料的选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块。我们中华的香文化是一个合香文化，有别于现在市场上存在的这种所谓的单方香。在庄子的眼睛里面，要想无所依凭，就得顺乎自然，超脱于现实，把人类的生活和万物的生存混为一体。所以这次的合香，我们也超脱了传统合香的一个范畴，以更单纯的一个香味的配伍去诠释庄子哲学的思想和主张。
Thank you.